感恩啊，感恩人文处啊，给我们这个机会啊。啊，我们是花莲区的啊人文推广啊静思创意料理团队啊。那今天呢，我们呢准备了七道的料理啊，要跟大家结缘啊。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现在桌上的一些产品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哈都有用到一些我们像我们今天饼干也有，然后我们小叶红茶，这个是有机的小叶红茶，我们得过大奖的。小叶那个得过大陆的特优奖的的一个奖的那个小叶红茶，我们今天很多料理都有用到这一个小叶红茶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香鸡饭，那我们香鸡饭呢，我们有大包装，我们都是用大包装的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有用到我们的香鸡面，然后我们今天呢是用荞麦面那我们的那个荞麦面然后用日式和风酱那日式和风酱我们是有用到我们的小叶红茶所以你们品尝看看加了小叶红茶的日式 和风酱这些都是很好运用的食材，然后又方便取得，然后又健康所以你们如果说自己要亲手动手做的话，那就可以到我们各个书轩去请购那我们的做法其实都很简单，那我们有把讲义呢给大学那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跟他们索取讲义